今天非常开心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变魔术，那我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雅雅姐，谢谢，来协助我完成这个魔术。记得老师说对助理要温柔一点，真的，好，为了表示我的心意，我先送上一张卡片，这是我对您的谢卡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变的呢是一个扑克牌的魔术，好，这个扑克牌，好哦，这是没有重复的牌哈。这是一副我洗乱的牌。好，待会我会做一个洗牌的动作。那在任何一个位置，你都可以喊停。哦，好。好，都可以喊停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停。好，这是你刚刚喊停的一张牌。哦，手法很漂亮。你不要让我看到这张牌哈。哦，那我们要看。我可以看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让摄影机看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记住了吗？好。记住了，好，你放进来，放进来，随便放，好，然后我洗一下这副牌，那为了确保我没有在这副牌上做手脚，请你也洗一洗这副牌，我也洗牌，这个就厉害了，随便洗，这个可以假手他人的哦，都可以洗，对，有多乱就有多乱，对，要多乱有多乱，可以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行，好。哇，真的洗得好乱。好，那现在我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找出你喊停的那张牌。好。好。那这里有一块玻璃哈。那这个玻璃呢，待会我会把这副牌弹到这块玻璃上。弹到这块玻璃。对，弹上这块玻璃，然后那张牌就会粘在这个玻璃上面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很难的。好，准备好啊。啊，好了。穿墙术哎！好，雅姐，麻烦你把你的手摸一下这个玻璃哈，把这张牌拿下来。拿下来？哎，拿不下来，对不对？真的拿不下来。你可以到后面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？我刚弹得太用力了，所以把那张牌弹到里面去。我把它拿出来哈，请你把上面这块玻璃拿起来，掀起来。好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刚刚你喊停的那张牌是什么牌吗？那一张牌是红心一。红心 A 吗？对，红心 A。红心 A 哦，我看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